对，它是有点，它是，你虽然在前中拉的时候，你的脚也是这样，但你不会是这样踢的。所以你们判断踢这个动作是这样，里面的错，这不是好看，这根本不是拿来干嘛，原因不是来攻击，原因是你心情，哇，要放在就这样，你刷了，没有用，点都没有，所以它就是往斜斜的，所以再一次会被。前拉，然后这边呢，然后踢一二，这个脚啊是这样，所以他的脚是踢完的后放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看脚，对。一，虚。对，所以他这个动作，他这个就是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，你也可以乒乓球。那如果你的脚永远都是这样，他这个只是让大家有一个选择，更多的花样。就像你在做阿妈的，我们阿妈如果要做一个阿妈送的，通常我们踩后面，他是可以接到那个力量。可是你阿妈如果踢完是俊啊，那个就没有那个力量，所以他 cross 是会多一种巧劲。所以当我们在踢阿妈的时候会。这样子，借那个小兔子拉平一点 ，OK， 再试一个。